好，可以找好声音。很抱歉，我从昨天半夜拉肚子到刚刚，我都还是很不舒服。今天真的很抱歉，没有到现场跟大家一起，但是我很开心在这边可以听到小碧老师，还有看到大家。是因为这次小碧老师也很难得跟静雯再度的合作，你们之前的合作是三十年前了吗？家家福的时候，其实想当初我们在念书的时候，我们都有看过，所以这次是第二次跟小碧老师隔了这么久在合作，感觉怎么样？当初是大家刚刚看到那个采葡萄的地方，然后看到了小碧老师，小碧老师远远看着我，就说：“你怎么还是跟小女生一样？”超级亲切，因为以前我那时候跟小碧老师开心才15、16岁，因为还要考研考。其实小碧老师对我们的怎么讲，就是在那时候根本不会表演，也不知道考什么，但是规矩啊，然后书要读，然后表演要会，然后小碧老师教了我们很多。老实说，我常常跟私底下跟很多朋友分享，我说跟小碧老师在家家福跟母鸡带小安那段时间跟着工作，真的是开启我。知道做演员这件事情必须要非常的敬业，而且要很认真。我觉得认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你有没有看到，包括了静雯，已经30年了，你有没有觉得静雯有不一样吗？你是有画故意画黑眼圈吗？没，人家身体不舒服。开玩笑，我在看你玩，我跟你开玩笑，跟你开玩笑。没有，说实在，这么久没有看到静雯，然后那天在现场的时候，虽然。这么久没有见面，但是因为小时候的相处就是不一样，所以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会觉得说心里有一种骄傲的感觉，就是觉得说贾静雯好孩子，一起来做这件事，我觉得真是好。哪一张是给静雯的？哦，这一张哥哥的是要给静雯的，那你念给静雯听，因为他不在。给静雯的，你念给他听一下。这张是给静雯的。不，你上面写的话，谢谢的意思，就是特别跟静雯表达感谢的，谢谢哥哥。